上山，不用了，我可以帮你。你帮我收尸啊？其实也没有尸可收。等我一把火烧了兰若寺，跟那个树妖同归于尽，那就是最好的结局了。入门的时候跟你说过，可以流血，可以流汗，就是不可以流泪。作为一个猎妖师，绝对不可以动情，如果不是就很容易犯错。就像燕赤霞，最终只会害人害己。我知道了，哥。小七，小倩，哎，你铁牙，小倩是不是在里面呢？这没有小倩，这只有妖怪。我走，哦，走，小倩，走。放开我，别学我说话。我来找小倩。甭想。你明知道他是妖，你还救他？我不管他是人还是妖，我一定要救他。不能去，对不起。小倩，小倩，喂，先放我下来。小倩。我一定会救你出来。你干什么？不要，你只要砍错一根红绳，小倩就会灰飞烟灭。先放我下来。不行，你是来捉小倩的，我不能放你下来。你个死白痴，你搞不定这个五行法器的，你不要再耽误时间了。如果所有的铜钱都掉下来的话，小倩就会马上消失了。放我下来，别看了，快点啊。快点啊。小七。为什么你们自己人打自己人都那么厉害？你们有这么大的本事，为什么不用来对付树妖？现在就要大难临头了，如果不消灭树妖，这里所有的村民都没有明天。我可以放过一只无辜的妖，燕赤霞，你不会不去救那么多无辜的人吧？我们天黑之前要赶到兰若寺，快点。你真的要上山？你应该知道在兰若寺会碰到什么。
一只千年树妖，两条好毒的蛇妖，还有一大堆数不清的妖精。你不要再吓我了，我已经很害怕了。可是小倩的真身就在那里，我一定要把她救出来。不要担心我。只要能拿回你的真身，让你离开树妖，从此不受他的控制，我死不甘心。去。也老不过你这个千年树妖。木姬啊，我叫木姬啊。这些年来，我都有一个愿望，就是希望可以挖你的心，饮你的血。真的想不到你对我这么好，居然自己送上门。我真的好想看看你快死的样子。对，好臭啊，什么东西啊？杀手锏，我的童子尿。你还是吗？珍藏了几十年，很好喝吧？哥，不枉姥姥最最疼你，新欢旧爱都带不完了啊！
远离潘兰若寺。你的人去水池底下再打开法杖，就可以找到小倩真身了啊。林斌道长，这里面有大劫。
小倩。你是小倩？小倩，来来，我带你走。来，糖果。我带你走。打在他身后的李新法，这种感觉不好受吗？我呸！你个死老妖怪！妖怪！啊！敢说我老？都好过你要好的好了。你还想走是吧？我就要你的男人送你一程好吗？我要你亲手杀了你最心爱的女人。老妖怪，老妖怪，小倩，林冰冰跳着，阵列在前，神兵，燕赤霞，糖果。那你杀了我啊！老妖怪，我跟你同归于尽！对不起，让你想起了我。如果让你再选择一次，你还会要我把你忘掉吗？
若死是树妖的幻术，树妖没了，这里的一切都会消失。李太真，快点带小姐离开了若死。做的是对的，我怕是没办法在一起。不会啊，我已经找到你的真身了。离开梁若思之后，我还是要把我的真身放下，让我跟梁若思一起消失吧。说不定以后我们还有机会再见面，也许到那个时候就不是药了。放下吧。那我不走，我留下跟你同生同灭。你快点走，兰若斯要消失了。我放不下，我放不下，放不下。你要为我牺牲你自己啊。一切皆幻想，小倩。代表黑山村的村民，谢谢你们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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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
我们身上的树皮会不会复发呀？是啊，是啊。你们看看树就知道了。哎，对呀，我们黑山村好久没见过这么绿的树了。恩人，有空再来黑山村吧。宁采臣。